这样的电影节其实对我们来说数量太少了，一群人锲而不舍，他不换，这帮人一直做这事，有时候终其一生，这些骨干才是真正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或者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真正往前走。我们是在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好在我们没有停歇。青年影展哈，就是说青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精神，有对自己对电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态度。之所以这个电影节能够办下去，是因为大家不断的在这里边受益。你拿着你的最初的这个作品，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可以搭建更多的这个渠道，不管是寻找投资也好，还是有更多的拍片的这个机会也好，或者让年轻人形成团队、形成组合，有各种资源的这个整合，把它真正的系统化的把它做出来。为什么我们疯了一样的就扎这儿，就跟愿意跟他们混一块帮他们？除了那些酸词儿，就是。那些对电影的热爱以外，它是一种人文的一个传递，文化的一个传递，是对文化传承负责任的，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感觉到这种气息了，透出来的气息吸引我们大伙儿的唯一跟市场能够稍微给我们隔了一点，呼吸点新鲜空气。青年电影展在今后也可以变成这个发动机里面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年轻人走上这个平台，进入这个行业，变成这个行业的一个主人。我特别高兴看到这个场面。中国有一个 First 青年电影展。